首批100万剂的科兴新冠疫苗预料将在今日傍晚抵港，另外首批100万剂复星 BioNTech 疫苗亦都预计在今个月底或者之前到港。据了解，政府已经安排一众的立法会议员将会下个星期一在铜锣湾中央图书馆接种疫苗。政府在昨天已经公布会为包括长者、医护人员、纪律部队等的优先群组共240万人接种疫苗，市民可以在下个星期二预约接种疫苗，最快下个星期五起就可以打针。超过1500间私家诊所、医管局辖下18间普通科门诊以及其中5间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将会提供科兴疫苗。市民如果希望接种 BioNTech 疫苗，需要前往其余24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而香港中央图书馆展览馆是全港29间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之一，专门接种科兴疫苗。